好，来第七个，他演的是害怕，害怕哦，是害怕，是尽量害怕哦。第七个是，第七个是谁呀？爸爸。第七个是奶瓶。奶瓶，对，奶瓶。来，第八个，刚才博伟演的是害羞，博伟有点害羞啊，出来了，哪有？来，第九个是郑嘉，第九个是郑博伟演的是形容得意，疯癫嘞，疯狂过嘞，他是开心。疯癫呢？开心，疯癫，开心。学你的啦。我觉得都不太一样。得意是，骄傲可以。我觉得得意跟开心还是有点不一样。得意是，比如说我今天考这个，我很厉害，我超强，超强的感觉。不开心就是开心。好，来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是厌烦。讨厌可以。不屑。不屑。不屑。一样啊，我觉得不屑